随着这个案情的发展，易小薇的角色是越来越清楚了。易小薇的清楚在哪里？原来今天他也提出抗告，他的抗告被驳回。抗告被驳回里面，他讲到裁定说到易小薇收到现金就积极帮金华城澄清，而且金华城的诉求在2022年11月1号如愿以偿。这个十一月一号干什么？就是那1500万，那1500之后，易小薇就密集在当月收到了4500万。如果按照这个来讲，这4500万跟那1500万。是没有关系哦，那又是另外一笔账哦，而且现在又查出来说，这笔账刚刚讲到，应小薇在这个所谓的论功行赏，昨天不是在这个所谓的收押禁见的裁定书里面，还特别提到说，哎，实质上柯文哲已经因为有不明来源的财产利益，在共犯应小薇分配共犯沈庆金行贿款项不明之际，于是共犯沈庆金行论功行赏之际，有不明的账户汇到了柯文哲的老婆跟子女的账户里面，哎，现在这些数字越来越兜起来了，把那个所有的金流现在开始都勾稽起来，而且现在明显的减掉他只要追办一件事情，就是脱离罪，我已经放在旁边不管你了，我就是要追金流。结果没有想到，当时大家觉得成跨应小薇没掉，没有，他是这个案情里面的关键角色，他是分配者，对，他就是本钱。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你仔细看哦，他就是朱载荣，对你仔细看，为什么是朱载荣？第一点，他说应小薇有先收到现金。所以不要误会哦，他已经有先收到现金哦，然后再替什么金华城申请。最重要的是金华城申请，他写2022年11月1号，对不对？但我们讲要抓建造，也就是我们刚才再三强调的一个结束点，也就是在10月18号那时候，金华城拿到建造，结果没有想他说没有哦，应小薇马上开始把这个4500万拿到，而且拿到之后不是作为己用，是开始干嘛？开始分，那是后线开始分，所以他们说后线里面事实上减掉到底现在掌握到多少的金流，多少的人事证，我们根本不得知。如果你从这个数字看起来，血流成河了。这个数字看起来，它不会只有柯文哲，因为应小薇在这个建造发放之前已经拿到了现金，积极的澄清。现金澄清，我在拿到建造之后，这个1500万进到柯文哲的账户里面，他又拿到了4500万。4500万这是什么？这是后线。对，宝雷哥，你懂了。前金这个要干嘛？打通关嘛。我讲白了，我没有先花点银两打通疏通疏通，你们这些人会帮我完成吗？如果没有完成，会有后面的后线吗？所以换言之，前金这一段哦，各位，我们都还不知道到底给了多少人。而后线这一段最诡异就是，好，4500万，我知道你要后线，我也知道呢，当中有3000万你分给谁哦，宝雷哥，你要仔细听哦，3000万他知道分给谁，他说我只是不知道1500万给谁。对，是代表其他3000万确认了嘛？哎。如果我这么清楚的知道应小薇有4500万，你在台湾目前的状况下，这4500万要流到谁的口袋里面，一清二楚。对，所以代表说我现在就是要追这个1500万，而且追这个1500万过程当中呢，我刚好发现一个，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在上一个法官，也就是我们讲吕正彦在裁定的时候，他就写得很清楚，应小薇不行耶，他也确认这件事情，而且柯文哲有来源不明的财产，而且我都不知道哦。如果说按照这个所谓的来源不明财产，有可能第一个他讲的是账户里面金流，第二个这个法官也有看到那个奇怪的账目1500980奇怪的数字，所以代表他认为说这个有问题，而且共犯应小薇在论功行赏，也就是说他在分钱的时候，后期的时候，刚好你柯文哲的子女以及账户还有他太太都有收到这个钱，所以宝贝天，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应小薇抗告注定成为枉然，绝对被驳回了嘛？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他们现在在讲一定要把应小薇这个关键的金流突破点给继续给压去，因为只要他开口，包括沈庆金开口，后面就会炸弹开花，而且开出来的花全部都是白花花的钞票。而且你说你现在如果回过头来去看昨天的法官的裁定书，哎，字字珠玑，怎么字字珠玑？刚刚讲他不是讲吗？刚刚瑞德有讲，他说柯文哲对于自己掌握的账户、彼此的金流掌控支配巨细靡遗，环环相扣，精明干练，有可能跟用印之前不知道。关键在哪里？是透过什么知道的？扣案手机的对话截图。这个扣案手机对话截图，他没有讲说是柯文哲的哦，那是谁的？应小薇的吗？这个所谓的沈庆金的吗？今天这个朱雅虎的吗？不知道，还是李文忠的吗？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各位你仔细看哦，什么叫金流要掌控支配？不是 啊钱就进来就出去，我有钱就花，那不就是这样子吗？不对，代表说，因为柯文哲不只是只有一个账户，他有1、2、3好多个账户，可能这个钱在里面调动，而且他是下指令说你这部分，比如说。
五百拉过去，对，两百过来，这边过去，这边东拼西凑，再来环环相扣，代表每一个账户、每一个金流，甚至是跟他对照组来访，他很清楚说我要把这个怎么样的勾机，怎么样的过去，等于东移西挪，乾坤大挪移，精明干练。换言之，这个法官就已经在暗示。柯文哲全权掌控他的钱，而且对他的钱巨细靡遗，如同我们刚才看到伟岸哥帮我们介绍那个 NG149，拜托，我刚才看了老半天，我想说你到底在写什么？有够复杂，你就知道柯文哲他绝对是智商157，而且他是操弄玩弄金流的大师，所以他吓死了。难怪戴维讲他写的那个简讯说，现在穆可的账户资金都在剪掉手上。真正的大事还没有来。对，那时候我们大家还百思不得其解，跟你谈金华城，你跟我聊穆可，现在搞懂了吧？为什么柯文哲说，哎呀，我惨啊，我跟你讲，我真正嗨嗨气啊，总统专户跟穆可绝对哦被查出来，我就惨了，因为所有的大密宝通通都在里面。好，所以玉凤是抓到大密宝了吗？对，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哈，这个东西如果出来之后，只要证明说它不是下午三点钟，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我相信小沈看到他应该掏炕。就晕了，应该就晕倒了，已经不是抽搐的问题，就是晕倒了。为什么呢？为在这案子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人其实就是沈庆金，可是沈庆金是相对的，如果真的有行贿，他是行贿的人，那应小薇很重要，因为他可以告诉大家钱是怎么分的。可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沈庆金宁愿抽搐，宁愿昏倒，宁愿去看医生，他也不愿意未招，不愿意招招，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的经济状况其实没有大家想象这么好。所以如果真的在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把它连接起来了。你主要的时间地点11月1号，如果金额真的是1500万，如果应小薇已经说对1500万有透过他流出去的话，金华城可能不能盖了。如果不能盖的话，沈庆金他的希望就没了，他的希望就是我停过两个月加两个月，我出来之后我还是王，我还是拿钱。他现在所有的风暴的最后能够脱困的就是他的金华广场。对，包括刚才讲的，你的逃出影员有卖吗？没有。你的所有的都有赚钱吗？没有。你现在只有靠这个所谓的金华广场翻身。如果这个东西被扣了，而且现在有台北市议员说你要给他停工了，他一停工。小沈就挂了。对，小沈的案子都是一个堆叠，一个堆叠一个，你知道吗？其实逃出影员吼，他真的想卖，但卖不掉，卖不掉怎么办？没有关系，只要金华广场1900亿能够翻身的话，那逃出影员你就放着，放着在，你知道他已经几年了？他已经5、6年了，你再放25年。哎，小沈都几岁了？然后呢，在过去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其实它的土地还是有价值的。所以重点就是，如果真的金华广场停工的话，我觉得沈庆金他就会投降了。好，喂，今天把应小薇拉下来，还有一个是，哎，你就发现中间剪掉有问题哦。他为什么讲剪掉有问题？就是说，在案件搜查之前，应小薇在8月27号预计从台中机场出境，北院认为有合理怀疑。应小薇有管道探知侦查秘密，躲避本案诉求追究潜逃的事实，代表现在院检之间、检调之间，他们还有内线呢。其实从郑文灿的案子到这次金华城的案子哦，我们都感觉到就是有一些厉害的人，他好像就会提前得到消息哦。譬如像柯文哲也是哦。为什么这个陈佩琪去成立了自咬以后，又突然收到风，说哎呦，我先生告诉我有人要去告发我们，所以他就赶快去把它停掉。奇怪，有人要去告发，怎么会事先去告诉柯文哲？然后又让陈佩琪知道，总不会是我要去告发柯文哲，我还先去跟柯文哲讲说，哎，我跟你讲，我明天才必须告发你哦，你赶快先去处理，是不是已经有人去告发了？然后。检调单位那边可能也有民众党的人，或是怎么样，去跟柯文哲讲说：“哎、欸，主席啊，我跟你讲哦，您是不是有一间自摇去用告发了？所以佩琪姐姐赶快去把它处理掉哦。”那这个当然对于检方在侦办金华城这个案子的时候，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我们知道金华城涉及的人太庞大了，从公务员，从都委。从沈庆金，从柯文哲，而且柯文哲他是一个政党，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哎，他这个政党下面还有8席立委，这8席立委里面，他还可以随时到司法委员会里面去要求你们把这个检察官、检察长，你来给我解释，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他也可以随时去检调、市调处这边去要求说，你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检调人员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压力是很大的哦。
所以当时为什么哈，现在都传出说当时是仓促的，赶快去办。对，小薇姐，小薇议员，她为什么会提前要知道，提前要走？好，是谁给她的讯息？是来自于检调，还是来自于沈庆京，还是来自于柯主席？我现在不得而知哦。说不定她的消息不是来自于检调哦，她只是一个市议员而已哦。他的层级有那么厉害说哇我的内线我只是一个市议员、欸、结果检调买我的单给我。你有检调的内线吗？没有。我只有检调会中秋节给我一盒凤梨酥而已、啊。所以是不是是柯或者是 沈主席跟他讲说你紧张你紧张，因为他是中间很重要的金流还有消息的传递的这个来源。因为他要走才逼的我们这一次北检这个专案小组提前发动。提前发动。对。好，所以瑞德刚才讲的，哎，这件事情殷小薇的角色越来越清楚，而且刚才讲现在如果查到这个点，查到这个部分，那柯根本就跑不掉了吧。没有错，因为呢那么至少到目前为止啊，图利的部分很难，要不然现在也不会压在里面了嘛。所以呢图利的部分呢，那么柯文哲必须去解释，柯文哲就是自己太聪明太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智商157，所以他认为，你忘了他下那个条子说公务人员不捉老为原则嘛。对，所以他就自己就知道自己在打擦边球嘛。对，但问题图利就图利的部分就是成个构成要件，就是与违背法令，法令没有允许你可以这样平白无故送人家金华城200亿的这个等于说容积率嘛，那你又这样做了以后呢，事实上告诉各位，今天那么又有新的波澜，对不对？怎么样？下个礼拜搞不好还有一些波澜。还有啊？为什么呢？怎么可能？我问你嘛，问你最简单的一件事嘛，请问金华城在什么区？在台北市的松信区嘛。对。请问殷小薇是哪一区的这个等于说议员？是台北市万华区万华区的议员，中正万华区的议员要捞过界来到松信区去管这边的金华城的相关的容积率。那你认为当地的议员会怎么样？我是一个今年7月17号跑了37年的社会记者，我就嗅到不太对劲。为什么呢？就跟我们记者的辖区一样嘛，跟我们跟月丰业辖区一样嘛。我如果是跑这个辖区的记者，然后有别的辖区的记者来我的辖区，我会怎样？我自己本身我这样眼睛眼巴巴看着会怎么样？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政治人物卷入其中？会不会还有一些大咖的政治人物卷入其中，我们继续 ING， 继续期待这件事情。不是阿北进去关了以后就这样算了，没有，检察官跟这个廉政署手上的掌握的东西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要不然的话，我问你嘛，那么要不然朱姓男子为什么出现在高等法院相关的驳回的里面出现3次？对，我们本来都以为，他不就是一个要来查4300万商办的一个等于说人物这样而已嘛。为了保护他，你知道侦讯完毕以后还特别让他从囚车道离开，怕被记者给堵住，哎，所以你就知道检察官跟这个廉政单位呢，事实上手上的东西超过我们的想象之外，继续办下去。我个人赞成继续办下去，不管是谁，不管有贪赃枉法或者是收钱舞弊，办下去，办到所有的人全部扫光为止。